拜登在那边讲说，你不要说我生气哦，我生气就不准美国企业去中国投资哦，你起来供销委哦。你去叫这三大先撤出中国吧。哎，那三大，各位，那三大基本上，我如果没记错，那三大就是全世界前三大，应该是，我记得好像是。我有看过那个。对了，我知道你意思了。对了，因为都是很大，而且非常大，可怕。在中国的亚马逊在中国营业额没有那么大，因为中国有他自己的系统，对，他电商很发达嘛，可是沃尔玛是多大？哎呀，拜托 ，Apple 是多大？哎、对不对？哎呀，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。你先去叫那个库克回来了。那我卖大妈光个狗戏。不要说在那里卖不卖，就不要在那里做就好了。你不要用他的东西做，这样子。我说苹果不可能嘛，那就不可能，不可能嘛。所以有时候就听一听，听他讲一些啊，那个就是选举的冷笑话。就当。